嘅所謂爭取民主，喺度整色整水喺度做戲。各位朋友，只要支持貨真價實、旗幟鮮明嘅民主派喺呢度。各位朋友，你要支持捍衛基層利益嘅貨真價實嘅真真正正為窮人打拼嘅政治團體喺呢度。各位，長毛喺呢度，陳偉業喺呢度，胡君衡喺呢度，阿牛嘅家喺隔離民間電台。我哋所做嘅嘢都係為咗民主，為咗言論自由，為咗基層嘅利益。阿牛搞民間電台籌咗幾十萬買啲器材，一夜之間俾政府全部查封，全部充公，電台冇得運作。跟住阿牛、長毛呢啲有份做節目經營呢個民間電台嘅，全部都要上法庭。各位朋友，香港只係得三個電台。余曾炒玉敏鱿鱼嘅时候，佢已经计咗条数，佢炒咗我鱿鱼，香港系冇一间电台会请我做节目嘅。如果唔系，佢就唔会炒我鱿鱼。天下间点会做啲咁蠢嘅嘢，将自己最好嘅节目主持人送去隔篱嗰个电台啊？所以香港电台而家今日话撑香港电台，我真系拗晒头，做咩要撑一个冇骨气嘅电台？做咩要撑一个唔够胆请玉敏做节目嘅电台？你解俾我听，香港电台嗰啲高级公务员个个十几万一个月，但系节目费系鸡碎咁多，帮香港电台做节目得几百蚊一次。香港电台点值得我哋撑啊？我哋要撑言论自由，唔系撑香港电台。各位朋友，如果你系支持社会民主连线嘅，支持黄毓民嘅，大家埋嚟攞一份纪念品。